是李丽西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丽西亚米。Hello。我们现在要报什么？这是汤汁活生饼，它有很多小工艺品哦。它里面很大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入口处。那我们进去逛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走喽，宝贝 ，Go。买东西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直接。摸这个糖狮子的头会赚大钱哦，两只手吗？里面是两只手，摸摸摸，赚大钱。小白也要摸吗？过去看看。那个溜滑梯好像都是大大的那个。那个溜滑梯好像是里面是大大的。里面是什么？那个拆掉了。其实这很像蚂蚁洞哎吼。其实这个很像，拆掉了。里面是干净的啊。哦，湿湿的。你准备好做什么了？那个水饺吗？坐在上面滑下去哦。来，姐姐跳上来吗？等一下，好，好，你要夹好它，夹好它，妈妈上手喽。一二三 ，Go！好不好玩？很刺激吗？下不来，有没有很刺激？妹妹，快妹妹要说，妹妹也要说 go。为什么？到尾巴去接他。哦，恐怖！溜滑梯这么长哦，这是滚筒式的。滚筒式的溜滑梯要蹲着溜，其实比较舒服，要不然的话屁股很痛哦。老板，你要用后子板哦，小心哦，因为脏脏的咯。来啊，小心哦。可以啊，姐姐你有进步啦，走。是的，汤婆之声好玩吗？好玩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时间多的话，可以在那边多玩哦，因为这边还蛮大的哦。走吧。